在正前方，大家能看到的是“花外风家”四个字。“花外风家”取自秋俊《南明起殿赋》中的“借而响，花外之风家，宛然大雨中之气象”。我说的是海南，它虽然是一个小岛屿，但是有着别样的风采。海南省博物馆经过多种展学手段、多媒体场景复原、人物陈列与图片等形式，给大家展示了海南形成到民国时期的全部内容。大家这边，大家即将看到的视频名为《岁月洪荒》，播放的是海南形成到人类出现的过程，时长大概4分钟。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存，它把海南岛人类活动的历史
这群刚苏北的甲骨文的这个成绩是一万多年前的，对于三亚的一个学习的男生班吗？遗址上发现了很多垒成小丘的贝壳，所以我们将它命名为石构贝丘遗址。而这个时期的海南先民已经开始制陶，而且开启半定居的生活。大家这边请。紧接着我们要走进的是海南的青铜器时代。海南发现青铜器的年代较晚，最早是在战国时期。在这个展柜中给大家展示的便是战国时期的青铜陶文环形器。这样的环形器首属在国内第一次发现，它奇特的外形和它的使用用途至今仍是在一个考证当中。专家推测它有可能是衣服上的装饰品，但是又因为它的表面外侧有很多锯齿这样的形状，所以我们也推测它有可能是切割的时候所使用到的切割器。但是又因为它发现的时候成的是一组九个的形式，在一个陶罐里面发现的，所以专家也推测它有可能是祭祀的时候所使用到的祭祀礼器。而在汉代的时候，海南正式的被纳入了中央集权的版图之内，它的历史就和展板上这个历史密不可分。在公元前112年的时候，南越国国王申请取得隶属。可能大家对南越国这个地理位置没有一个明显的区分，这里的南越国指的是现在的广东和广西的部分区域，加上海南、香港、澳门以及越南的北部，在当时被称为南越。而南越当时申请取得隶属，使他们的地位等同于诸侯国。汉武帝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是这样的决定受到了南越国丞相吕嘉的反对，并且发起了叛乱，杀死了南越国的国王和汉朝的使者。在这个背景下，汉武帝派遣出伏波将军陆伯德去平定南越。目前这个场景就是伏波南定的一个场景复原。在平定南越之后，在南越原有的地界上设立了九个郡县，其中大耳和中兰两郡又位于现在的海南岛上，也就是自那个时期起，海南正式纳入了中央集权的版图之内。那这边请。在这个展柜中，首先大家能看到的是一个体型巨大的铜鼓。这个铜鼓是汉代北流行的铜鼓。铜鼓最开始，它们是西南少数民族用来祭祀的时候所使用到的一个祭祀礼器，后来也演变成了军队在行军打仗的时候控制军队前进的一个发号施令的工具。上方的太阳纹表示了少数民族对于太阳的崇拜，而上方大家还有看到一些凸起的纹饰，这些纹饰是青蛙，而青蛙也是少数民族的图腾。大家这边请。在海南历史上有很多伏波祠和伏波炮的兴建，就和我们刚刚提到的前伏波将军陆伯德以及后伏波将军马援，他的历史密不可分。前伏波将军马援在平定南越之后来到海南，将一些散传的文物向百姓保证不再用兵，而后伏波将军马援呢，还将废立了100余年的海南郡县重新设立
人有点多的呀，你去讲一下。没吃饭，没地儿。前这幅场景也来带复原的是位于西沙群岛海域的唐宋时期甘泉岛遗址。甘泉岛是因为在这个岛屿上发现了在海域较为稀缺的淡水资源，故得名甘泉岛，并且自唐宋以来就一直有我国的先民在甘泉岛上生活，也表示西沙群岛海域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而海上交通的便利，不仅促进了商业的交流，还促进了文化的交融。这前方大家能看到的就是鉴真大师的雕像，相信大家对鉴真的六次东渡都有所耳闻。而他在第五次东渡日本的时候，遇到了强台风，漂流到了郑州，也就是现在的三亚。来到三亚之后，他兴建大云寺，传播佛法，使得海南当时的佛教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他在海南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在第二年第六次东渡日本的时候，终于成功谱写了中日交流的佳话。而此处给大家展示的是位于澄迈县美亭乡美郎村的美郎双塔，是宋末元初的一位乡绅为了纪念自己的两个女儿而修建的，选取的是当地特有的玄武石、火山石，都是七层塔。而大家右手边能看到的这个六角的塔是节塔，左手边这个四方塔是背塔，而背塔相较于节塔更为精致，但是虽然简洁的高一些，但是背塔里面呢，它会有一些佛像，还有很多这种莲花，这样具有佛教色彩的纹饰。保存较为完完好，而且离海口不是很远。那这边请。直到后
后才得以赦免，在71岁的时候重新被启用做官。在这个展位中给大家展示的是三幅张岳松的书法作品。张岳松是广东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也是海南在科举时代唯一的一位探花。在面前这幅字画中，大家能够看到的是读书听相胜妙思。读书大家肯定也知道是它是什么意思，但有一些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会用听这样的一个动词来形容香呢？这里的听香指的是我国五指山区域的黎族人，他们在采集沉香的时候会使用到的一个动作或者是神态。他们会用铁棒这样的工具来敲击白木香树，然后再用耳朵去听白木香树里面有没有结沉香，所以在这里张岳松才会用听香这个词来进行一个书写。大家这边请。中间，他还是非常适合在海南上工作。
体中颇具地质特点的地震遗址。大家这边请。现在在道路的左右两侧，大家能看到的是华侨史记、殖民通关以及海南人下南洋的一些史实资料。在大家的右手边，大家能看到的是位于文昌公园内的郭母李太夫人王夫人纪念亭，是华侨巨商郭靖